我们上一堂课的时间跟同学介绍了土地的概念，那也讲到了我们的地权的部分啊，同学应该还记得来对。地权部分呢，我们讲到了原始取得以及什么寄售取得，也讲到了私有土地的得上的私有，都还记得吧？啊，这些东西我待会下课的时候在你旁边来问你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来进到地权的部分啊，地权部分就是什么？我们上次教过地权了。地权是指说登记在土地上的权利关系叫地权，主要的第一个什么权？你去看藤本，一定有一个什么权存在？地上权嘛，地上权吗？所有权最基本，对不对？一般是叫所有权。接着第三部分叫什么？他项权利部啊，对不对？他项权利部会出现什么权？地上权。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讲过的，我们的地权除了所有权以外，剩下的权利有哪些权利？除了所有权以外还有哪些权利？地上权，还有农域权。你地上权、农域权、不动产役权、典权、耕作权是土地法的，还有一个抵押权存在，知道吗？所以记住我们的地权所有权以外剩下的六个，哪六个？地上权、农域权、不动产役权、典权、耕作权，还有一个抵押权。其中耕作权来自土地法的规定，其他都来自什么？民法的规定。好，这些你记起来，我课本也都有介绍各权利，回去要看，知道吗？好，回去要看哦。我们时间有限，只有十堂课时间，我不可能每一条念给你听，请你回去要看它啊。那么现在来了，请问你买房子没有？有没有土地？很小，你有。好，来，请问你，你买了房子、买了土地以后，请问你所有的土地你都可以买吗？第二个问题，从事不动产业吗？我每次只要这样问，马上摇头说不是。你是不是？很小，是哈。来 ，Hello， 我是新加坡人，我要来你台湾。买土地，可以不？你接不接受这个案子？接不接 ？Hello， 我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 ，America， 我要来你们台湾买房子、买土地，可不可以？很好，你学过了，对不对？好，你学过了哈，你来踢馆了，对不对？啊，我来自印尼，我来自越南，我可以在台湾买土地吗？越南人，台湾不是很多越南人吗？有没有很多啊？你是不是？哦，我说你是不是？我觉得你很像啊。你看，你这个态度马上一种。错，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知道吗？因为我去奥地利的时候，就有人讲 yellow， 听就很难听啊，对，他也在歧视我们嘛，对不对？那我就说 white， 对不对？牌子啊、哦，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我跟你讲哦。不要以为越南不好看，越南有的很漂亮哦，所以是说你是好看的越南人，好不好？请问你，你是越南人，可以来台湾买土地吗？你接不接？接，你什么都接就对了，反正钱先抢下来再讲就对了，能不能办成再讲就对了。我是印度人，哦，我是阿南德，哦，最近很红的阿南德，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一条白线那个，哦，我要来台湾买房子，可不可以？买土地接不接？代书。好，很好，注意个东西，我有什么问题？记住我们的地权内容知道以后，记住一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取得地权的。地权的取得啊，涉及到高度的公益，跟公益有关，跟国计民生有关。比如说水源地，如果让你买下来了，你会怎么样？你现在买到一块水源地，你会做什么事？在上面尿尿，对不对？尿完以后流血，下面的人喝嘛？你管我？他说：“哎，怎么可以尿尿？土地是我的，不能用吗？可以嘛，对不对？”所以发现水源地可以随便让你买到吗？就不可以哦，这样知道吗？啊，所以涉及公益有关之下，来了，孩子，我们都知道，在公益衡量之下，必须什么大于私益。所以土地法具有公法性质，它跟民法不一样。
立法者针对土地，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在公义的衡量之下，他认为当公义大于私义时，我必须从公共利益考量，我要限缩你取得这个地权。回答我，考量公义与私义的比较，我认为公义大于私义，我必须限制你，这叫什么原则考量？非常好，公义原则。还有除了限缩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同样目的，变什么原则？比例原则。所以这拉出两个原则了，记住，我还没讲到内容哦。地权为什么限制？主要就来自于公义原则，上一堂课讲的，对不对？还有比例原则。为什么讲比例原则？因为他说不是所有土地都限制你，如果这个土地啊私人取得后不会影响公义的，我可以让你取得，知道吗？它不是一昧的禁止啊、哦，所以我们会禁止，我们会采取地权之所以限制是受到公原则跟比例原则考量之下。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要怎么限制它？可以地震机关自己发布一个命令限制吗？不行，因为地震机关是行政机关，它不接受国会监督的，知道吗？那如果说你随便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限制的话，那完蛋了，就像当年什么警察国家一样，有没有？一个警察机关，我发布一个警察管理办法，我就可以抓起来。以前可以流氓哦，以前的违警法法，再早一点了，违警管理规则就规定一个东西了。我如果认为头发太长，路上警察可以把你剪头发。请问你，如果今天路上警察说把你剪头发，说你头发太长，你会怎么样？你会拒绝？会不会拒绝？会啊！你现在路上如果警察说，哎，你看起来就坏人，跟我到警察局去，你会不会跟他去？不会。路上警察在酒驾的时候叫你打开后车厢，打不打开？不必打开。记住，他是执行酒驾，他只能够用眼光、感官、所及观察和犯罪迹象而已，不可以叫你打开后车厢的。所以他们很小姐配合一下打开好吗？你要说什么？关你屁事，是不是？不用，你说请求权依据为何？对啊，凭什么叫我打开嘛？对不对？除非他会表现出有明显，比如说哦，你后车厢怎么掉出一只手？那这样子很明显可能犯罪迹象，他可以这样打开是可以的，这样知道吧？所以发现哦，并不是政府机关想怎么限制怎么限制。那我要讲什么东西？他要限制，你要有依据嘛？这个依据必须是经过国会通过出来的，这叫什么东西？叫什么东西 ？A 魔法 ，B 法律，哪一个？再打错我就随便你了，法律对不对？哦，所以看到没有？今天我要限制你，必须用什么？用法律来限制你，知道什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这样知道吗？所以用法律限他，来看它叫法律保留原则。上一堂课讲的东西还记得哈、哦？我每堂课讲的东西都会重复出现哦，知道吗？这上次讲的嘛，好、哦，三个合起来就是贯彻法治国精神。一切的行政行为用法律当依据才可以哦，政府机关不可以任意而为的。好，那么是哪一部法律限制它呢？法律来了吗？哪部法律？土地法。我们就是用土地法来限制地权的取得。那限制对象是谁？主要三种人。第一个，本国人。什么叫本国人？就日本国的人。非常好，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知道吗？我不晓得台中班有没有，像别班，还有那天去台北还是跟桃园都有碰到同学来跟我问一些基本问题。我一听他说老师我是大陆人，我说我听你口音就知道了。还有我刚刚提醒你，你不是大陆人。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考试的嘛，代表我们中华民国身份证了，有，所以现在是台湾人了，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这样子吗？哦，就不能再讲是大陆人了。所以他听到这里，他说：“哎，那我是大陆人呢，是不是？”这里错，这个只是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知道吗？因此，你只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你就是这边所禁止的对象，本国人。那本国人理论来讲，你要买什么土地都可以，可是，在公益考量之下，有特定的土地你不可以取得。哪些土地要记？出题率考好几次，请看14条规定。
十四条，看到没有？来看十九页，课本我讲的话在十九页，我念到的画起来，地权的限制边第二行，关于地权的限制，进一步可以区分成取得的限制，例如十四、十五条，还有农法条三十三，这要记哦。以及权利行使的限制，例如十六、十七、五十三条。爸爸爸，刚刚这一段我把它画起来，这道题可以拿来用。地权的限制不是只有限制所有权取得，包含你取得所有权后，你要行使所有权，我也会限制你。我再讲一次，地权的限制有两种，一个是禁止你取得，这叫所有权取得限制；第二是我让你取得所有权，可是你不可以随便用它，这叫什么限制？行使的限制，这样知道吗？所以所谓的行使的限制，则是说已经拿到所有权了，也就是说它是私有土地了，它是私有土地，但是你不可以随便使用，这样理解了哈？所以两种限制，申请条哪一些？因为这个地方题目不会明确问你，你要自己把它写出来。好，当然这样，当然就比较漂亮。好，接着看第一个，禁止私有土地，我写所有人含外国人，代表是什么事？本国人加外国人加道人，自己可以想去。啊，所谓的所有人是说本国人加大陆人加外国人，通通不可以。哪些其土地不可以呢？还往下看哦。土地法规定有十款土地，在土地法十四条，第一款，海岸一定限度内土地，海岸。第二个，天然形成湖泽而供需要以及沿岸一定限度土地，湖泽。第三，可通运的水道以及沿岸一定限度土地，水道。第四，城镇区内水道、湖泽以及沿岸一定限度土地，城镇。第五，公共交通道路。第六，矿泉地。第七，瀑布地。第八，公共需用的水源地。第九，名胜古迹。第十，其他。注意哦，法律禁止，不是法令。选择题出位是骗你，不是法令，行政命令不可以，一定要法律，这样才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嘛。好，记起来，十款土地禁止取得。好，老师，这十款要背，当然要背。二话不说，已经考过好几遍了，选了选都考过了，要背。那你说，老师，一定要照顺序背吗？不一定，知道吗？第十款不用讲嘛，前九款顺序随便你调都没关系，都没关系。记住，条文当中只要没有写依序为之，没有写这几个字的话，这顺序随便你，你就背起来就可以了，知道吗？哈、哦，那怎么背的话？课本后面有个小故事啊、哦，你走在海边，那么海岸嘛，在海岸散步的时候，看到旁边湖泽，你就跳下去一个水道流下去，流到个城镇区了，一出去城镇区看那个道路有没有？看道路以后干嘛？马上坐上道路，然后呢去观光名胜古迹去。那看到矿泉，看到瀑布，圣母庙、名胜古迹，全部都出来了，知道吗？这是我记的方式的啊、哦，看你怎么记，我都没意见，记得起来就可以了。这要记，这要记。那问题来了，你看条文当中有写到，沿岸一定限度的土地，有没有看到？前面几个都有哦，下来了。什么叫做一定限度啊？这由谁决定呢？来看讲义，帮你写好了，你也可以看点法条，在土地法第五条规定啊、哦，土地法施行嘛，第五条说。十四条的第一项一到四款、啊、说的一定限度是指由该管直辖市县市地政机关会同划开考过的水利机关划定之，所以注意地方划定的不是中央，地方的县市主管机关会同谁？水利主管机关划定的、哦、这是规定在我们的土地法十四条以及土地法施行法第五条地方，很明显的我国采法律保留原则，采法律保留原则，好，记起来。好，课本的十九页回去看熟啊、哦。接下来往下看，那下来了。如果今天有一块土地是私有地，私有地，那我请问你，这个土地是你的私有地，是你的这个地是你的私有地哦。你的所有权的范围是只有地上还是地上地下都有？都有，对不对？上下都是你的。所以啊，如果有人要挖隧道，要挖捷运，经过你的土地下方，要做捷运，经过，要不要经过你许可？同意？要。只是他要跟你设定一个什么权？
民法八四一之一的区分地上权，就这样来的，知道吗？所以很明显的代表所有权范围区土地上下。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们家在挖地下室的时候，发现下面有黄金一坨一块，黄金一片，黄金金矿，哇，看到金矿了，你会怎么做？通报政府。通报政府。通报政府，对不对？对。好。你会通报政府吗？请问你，你只要告诉政府后，请问你，政府会说什么？谢谢你，但是立刻变什么了？国家的，啊，你说凭什么？凭土地法十五条，请看土地法十五条，宪法一百四十三就有了。来，我们现在翻过来看讲义二十页，宪法一百四十三第二项说，附属土地之矿，还有天然力啊，属于圈起来国家所有，不是公有哦。我讲过了，是国家所有，不是公有，国家。后面，因此，土地法十五条也规定，附属土地之矿不因所有权取得而成为私有，所以矿全部是公有，国家的。那矿有哪些矿呢？我简单帮你附上去了，你看注解就知道。依照矿业法规定，那些矿全部都是国家拿走啊，所以说不要随便告诉政府，知道吗？啊，好，接下来关于法律取得的限制里面，我们说财法律保留原则嘛，所以有土地法十四、十五条禁止。那其他法律有没有禁止呢？当然也有禁止，好，其他法律也是有禁止规定的。哪些呢？来看讲义二十页，帮你整理好的。第一个。这补充给你的啊，如果题目考难一点的话，因为曾经题目出了一个原住民保留地，吓了很多学生啊，有时候突然跑出了这种东西出来。那第一个耕地的取得有限制哦，依据农业发展条例三十三条，三十三条不会记不起来不要记，你就记农业发展条例就可以了。它规定什么？圈起来，司法人，不是私人，司法人，比如说公司行号这种司法人，不得承受圈起来耕地。所以耕地啊，请问你公司可以买土地吗？可以，对不对？但是你公司想要买耕地可不可以？不可以。你说法土地法没有写啊，但是谁写的？农业发展条例写的，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记起来，司法人禁止取得耕地。你考试不要写土地，要写耕地啊，两不一样啊。什么叫耕地还记得吗？上一堂课我讲有附给你们哦，这样背对不对？背一个。好，可以了，有看书，很好。好，就会像这样子，我突然问你问题，这样吗？上堂课不是讲耕地了吗？你眼神闪烁，回去还没看，对不对？哦，要看哦，知道吗？好，要看啊。刚刚那一位学姐，她说我豆什么豆腐心，对不对？放屁，我是很黑心的，知道吗？所以不要来问问题。好，问题都要给钱的啊。你要问问题之前，我会先问你问题，为什么？因为有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一听就知道你根本没看书，这样知道吗？哦，有些问题一听到这是有看过书的问题，我就回答你啊。如果是没看过书的问题，我讲我打你屁股哦，现在回去看书哦，这样了解了哈，需要看书哦。好，回来这边看，除了耕地有四本禁止外，还有什么土地呢？原住民保留地，请看哪一部法律规定的？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哦。孩子哦，你不要像别班有人很天真说，老师你课本放那么多特别规定，我说对啊，他说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到凌晨两点才整理好。我说你整理什么东西？他把农发条例全部下载下来，他把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全部把它下载下来，那开始在划线背。求你，这样的学生用不用功？很用功。会不会考上？不会，我保证他不会考上。为什么？所以很多老师国小是不是讲吗？只要用功就会考上，对不对？放屁，知道吗？你方法不对了嘛？请问你读那干嘛？那又不是重点，知道吗？所以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你有没有做这种事？哦，没有哈，很好。你回去连讲义都不看了嘛，还会看那个，对不对？哦，你把这本读熟，还有我们会有小考题目，回去练习的时候，我只要我的题目都解答啊、哦。那解答的时候故意写错字，你不要在意。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有时候是我故意写错的，为什么故意写错？因为学生有个习惯，老师写什么就背什么，他都不去思考，好吗？我也是过来人，所以记住我很贱哦。我给你的答案，我会故意写错、哦，
比如说土地法十四条，我会写土地法一四四条，知道吧？结果你都不去思考，你照抄，那代表你根本没有思考它，知道吧？我用这种方法并去看书啊、哦，你只要把这本读熟，经典绝对没问题。但是土地法规以外的，像这种特殊法律，我讲义有的，你记就可以了。不用特别去找他，知道吗？那不是重点。好，那么看山坡地保留地条例，他说三条说，山坡地范围内原住民保留地啊，画下原住民保留地。下一行，应辅导原住民取得什么承租权或无偿取得所有权。哦，原住民保留地我留给原住民，他可以承租，他也可以无偿取得所有权，是无偿的哦。又如果他取得所有权以后想要移转，可不可以？可以移转，但以原住民为限，对吗？移转对象只限原住民，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因为有人在台我们的信义乡那边，信义区那边嘛，很多是不是比较偏山上嘛，很多土地就曾经发生过对方根本没有原住民身份，知道吗？哦，他就买卖，这买卖变无效的买卖，因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好、哦，注意这个地方规定。好，这是关于其他法律的规定，两个补充给你。以上是属于取得所有权禁止。好、哦，重点十四条有哪第一项哪十款？记起来。再来，如果这是个水源地，请问你在土地法适用之前，这个水源地已经是私人土地了，我阿祖就有这个土地权利了。我们后来发现这是个水源地，那我求你该怎么处理？考古题第一个问题，水源地人民可以私有吗？不可以，对不对？问题来了，这块土地从以前就是我家的土地，以前我们不知道是水源地，现在才知道是水源地，那我求你所有权还是我啊，那政府该怎么处理？征收还是照收卖？还是全征收？那你选征收、区段征收、市地重划、造价收买。好、哦、一看就知道刚刚你讲义没看熟，请你打开你法条看十四条第二项，什么征收，画起来。那我刚刚问的那一题就是考过的经济的题目，知道吗？十四条第一项的土地禁止私有，如果已经私有化怎么处理？两个字，征收。记住哦，征收不等于区段征收，两个不能混为谈，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等于区段征收，也不等于市地重划，也不等于造价收买，所以这四个名词常常会出在选择里骗你。好，把它记起来，征收看到了哈，把它记起来。好，来接下来往下看，那这是指禁止取得所有权的情形。那如果说土地让人民取得所有权的话，理论上来讲，来，你有所有权，是不是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对，请同学翻到你的法典，民法765条。我上课我常让你翻到土地法民法，目的干嘛？逼你把它记起来，把它记起来。所有权看到没有？民法765这条背的啊，基本条文。所有权与法令限制范围内的自由什么使用、收益、处分，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只要对土地有所有权，你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嘛，这是原则。可是是绝对相对，看到条文回答我，因为条文当中有一句话，受到什么限制？法令。哎，这里就写法令了，看到没有？代表行政命令可以限制你了。所以记住啊，要限制人民的所有权，不一定要法律哦，他就没有法律保留了，法律跟行政命令都可以，因为条文写的令，这个令是指行政命令，这样知道吗？好，记起来。所以看到没有，有时候会写法律限制，有时候写法令限制，这地方要注意啊、哦。好，来，那既然可以限制的话，代表一些事情，这些土地你取得所有权的，理论上是自由处分收益，自由使用收益处分才对。可是有些法律，我们土地法规啊，会限制你对于这个土地处分权，限制不可以随便变更它，你也不可以随便移转出去，这叫做所有权取得后的限制，知道吗？叫做行使上限制。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题型代表是一件事情，这里是指连所有权取得都不可以取得，这是指你可以取得所有权，可是我会限制你某部分不可以做。哪些情形呢？第一个，请看土地法十六条，
土地法十六条说，私有土地啊，所有权的移转、设定负担，啊，移转、设定负担或租赁妨碍国基本国策者，由行政院制止之。看到没有？所以你如果妨碍基本国策，我会制止你哦。这个制止包含两种情形：事先的禁止，还有事后的取消，都叫制止。除了土地法，除了土地法十六条以外，另外还有哪些条文我们有禁止规定呢？看这里，第一个，区分所有建筑物，就公寓大厦了。你有公寓大厦，你要把房子卖掉或把房子设抵押权的话，请问你的基地的所有权要不要一并设抵押？要，凭什么？请看翻到民法七九九第五项。民法七九九第五项，来都有走。专有部分与其所属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权利不得分离而为移转或设定。专有部分跟基地的权利不得分离而为移转或设定负担，代表你要移转要一起移转，要设抵押，要设地上权要一起设抵押，一起设地上权，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这是什么？你处分上的限制了，第五项。这样哈，要记哦，这都考过了吧？整理起来的哦，提醒你的。还有呢，土地法十七条，这待会会介绍，我们待会再看它。土地法十七条很重要，待会再看它。还有，请看《平均地权条例》五十三条。哦，翻到《平均地权条例》五十三条。平均五十三条的第，我记得是第三项是吗？啊，五十三条很长，看到没有？你看一下第三项，没错，看到哈？区段征收地区选定后，代表这个土地要准备要区段征收喽。征收机关得视时需要报上级核定后，分别同时公告什么？禁止下列事项：第一个，土地不可以再移转的，不可再分割，也不可以设定负担的。注意哦，这时候还没有确认征收，是准备确认征收而已，所以这土地还是私人土地，可是已经禁止你什么移转分割设定负担的。那种房子呢，建筑改良物呢，你不可以再新建增建改建，看到没有？这些就是我们针对什么人民所有权的行使上限制，五三条还在哈。那五九条也一样，我就不赘述，自己看啊。这些条文，这些条文都很重要，你要看。再一个，征收条例，我们看土地征收条例，请看二十三条。土地征收条二十三条，这些都是将来你们会读到的，所以让你先看有一点点记忆。他说啊，土地征收条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写到，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改从公告日起，注意哦，公告要征收那天，代表补偿费还没发放，还没有发放，所以这时候这个土地还是私人土地，还是私人土地，可是这时候怎么样？已经怎么样？不可以再不得再分割、合并、移转、设定负担。我看到这里啊，哦，所以也是所有权限制你了，你的行使方向限制你了啊，哦。因此，我写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这边在之前公职有个考题出现。请依土地法相关法规说明我国对于私人土地行使的限制内容为何？申论题，注意哦，台湾你有什么回答？土地法相关法规，这句话。